伊撒意亚第二十一章，有关瀚海的神谕，犹如风暴由南方扫来，同样仇敌将由沙漠由可怕之地而来。一切惨的神事显示给我，抢夺的尽量抢夺，破坏的尽量破坏，厄南、上前、马代、围攻，我要结束所有的叹息。为此我的两腰满是酸痛，侵袭我的剧痛无异产妇的痛苦，我惶乱得不能再听，我昏迷得不能再看。我的心神错乱了，恐怖骤然袭击了我，我所渴望的黄昏为我反成了恐怖。盛宴已摆，华毯已铺，人们正在吃喝之际，将帅们起来用油擦盾。因为吾主对我这样说，去派至一个警卫，叫他报告他所见的。当他见到骑兵队，一队一队的马兵、驴队和骆驼队时，他要注意，要多多注意。守望者喊叫：吾主，我整日站在瞭望台上，长夜伏立在我的守望所。看那，来了一队人马，一队一队的骑兵，有一个喊叫说：陷落了，巴比伦陷落了，他所有的神像也都摔碎在地。我那被剪责的百姓，我那和墙上的子民，凡是我由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所听到的，我都告诉了你们。有关厄东的神谕，从释伊尔有人向我喊叫说：警卫，夜已何时了？夜已何时了？警卫答说：黎明已至，然而仍是黑夜。如果你们仍要询问，询问吧，再来一次。有关荒野的神谕：你们在森林中，在荒野里过宿吧，得丹的商旅。请葵水出来迎接口渴的人，特马地的居民，请避凉接待逃难的人。因为他们出逃，是由于面临刀剑，面临出鞘的刀剑，面临倚仗的弓弩，面临激烈的战争。上主曾这样对我说：照故宫的年限计，还有三年，克达尔所有的荣耀都要完结。克达尔子民的英勇攻守人数，剩下的很少，因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早就这样说了。